如果像其他场比赛我已经参加过，像教育部举办的他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到所谓华人是将来南洋的，有没有深刻了解到华人是怎样维护华教的。风险题的话，它会比较特别。参赛者需要考验他自己的判断能力。OK， 我需要取多少分才可以赢其他队伍，或者是说我保守一点，我只拿五分，我不要去跟其他对手竞争，保持自己的优势。这个是在学校或者是一般常识比赛你不会看到的东西。在口试方面，从我以前十分紧张到可以忘记答案，而到现在可以每一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想出答案，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。我们过后发现到，我们在准备决赛的过程中的那个一起备赛的日子还是很开心的，就是因为这样的活动，让我们几个志同道合、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聚在一起。这也是我中学生涯最美好的一个回忆。读好读中读好六年，我对于先贤他们的付出，我都是从课本上面还是从一些学校的展览我才懂。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，我真的是很深刻体会到他们其实为我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很多，感动到有一点想哭，因为觉得他其实为了我们奉献那么多。为华教斗争的时候不为人知的背后的辛苦辛酸以及事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体验。